OK，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这一节节目。我是星辰。我们这一集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个 Power 创富力量学院的创业教练 Terry 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在这几年都非常非常的夯，叫做知识变现。对，那其实，在我们在辅导，不管是教练啊，或者是在疗愈师，不管是我这一对一的的这个客户，或者是我们奇迹模式的一些学员，其实有蛮多人都是在从事。 助人工作的这一块，或是知识变现这一块，或是教练这一块，然后有些人会想要发展线上课程，有些人会有一些行销的一些呃挑战。其实大部分人刚开始的時候都有类似像这样挑战嘛。那今天的分享来 <music> b i n a t a r i a 他就是专门在协助像这样的朋友，怎么样在网络上去跨越很多的挑战，然后成功去达到知识变现的这个目标。那今天呢，我特别邀请他。 来，呃，跟他做一些学习，就是去了解一下，在他服务学员的过程，他发现大家的一些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在知识变现什的的,的这个领域里面，大家都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然后希望可以跟他请教一下，然后希望这一节节目呢，对想要知识变现的朋友都会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创业教练 Terry 啊，Hello，Terryaki，<Yeah. S 1> <laughs> 最后终于开玩笑，<笑>嗯、前面。<laughs> <laughs> 对，最后前面好震惊，<laughs> 好不习惯。我想,想说，我今天是来来到哪里？<laughs> 其实哎，欸、来到哪一个节目了。<laughs> <laughs> 是那你是谁？那个震惊八百的节目 <laughs> <對>没有了？没对，你是谁？星辰老师在哪里？<laughs> 即兴开场都还都还蛮感感觉蛮震惊的。对，因为我有一阵子录 podcast 是就直接跟大家聊嘛，然后我觉得那样很轻松。可是。 可是就会为难我自己，因为我我就、啊、结束之后，我再录个开场跟结尾这样，然后想说啊，干嘛这样子？所以我就最近我录，我都直接直接还是好好的开场，然后大家不要不会太突兀这样。好，所以呃，我跟 r 瑞亚在私底下聊的时候，他说他你说你有准备一些内容想要跟大家分享吗？就是你常见到的，<对>大家在这一块会遇到的一些挑战。 对，因为嗯，在这个节目之前呢，跟星辰老师聊过，然后呃，因为心灵吧台有很多都是做就是助人工作者，然后或说做教练这样的一个呃一个族群，对，所以我们就在讨论说，哎，像这样的族群呢、啊，然后会不会在可能在事业的经营上或是变现上有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些常见的问题。 然后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大家放心，我的风格是会用比较架构性的方式去收分享。这你我没有架构是不是？哦，不是这样说的，<laughs> 是我们这一集节目是内外双修，对。<好>然后星辰老师负责就是能量状态的 coaching。<laughs> <laughs> 我没有说我要负责啊，<laughs> 我为什么不能？<laughs> 我没有吗？所以是我负责。好了，有啦，有啦，有啦。有啦 <laughs> 你也你也很会啊，你现在就是。 那他开始通灵了，对不对？我开始通灵，会通灵有架构的教练。对，先先先架构，先架构。对对。不然讲这个讲乐事话，我们会讲不完。真的真的。对，然后我我发现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大家正在做呃，像老师最近也在开跑，就是呃商业教练的部分，然后还有之前人生教练部分，那只要是做教练服务呢，一定都会有一个一个问号，大问在就是。 我客户在哪里？对，狼嘞<類>，狼在哪？对，超大的一个议题。对，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就有整理一些，就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去思考的一些方向。对，那呃，通常来说，你一开始创业啊，或是你开始在做一些，就是想要做一些知识变现或是经验变现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去想说，哎、欸，客人在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要突然从一个原本一个普通人，然后突然要哎、欸、变成创业家，那创业是不是就要找客人？那客人得多，不能去到处去路上抓嘛，對,对不对？所以一定会有这个问号，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观察我自己，然后还有身边所有的人，第一件事情一开始跨出去，都是先从身边的放话开始，嗯。 例如说狼来了，不是啊，是人来了。狼来是什么放羊的孩子？<laughs> 我要当教练，然后别人说，哎、欸，那我可以过去。然后你就说没有，<對>我没有對。会吃草的狼来了，大家看之类的。都从身边开始做起啦，对。对，是真的是从身边开始做起。那。 呃，就像说，哎，我最近可能在做，呃，有在学习 life coach 啊，或者在学习什么什么样的技能，那就是说我现在想要找一些可以让我练习的一个对象。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很乐意这样子服务你。<对>你可以先从这样的方式开始，我觉得这个是，这是一个蛮棒的开始，因为如果你要去跨出你原本的认识的人那个范围，他们更不认识你，对，他们想说你谁，然后他们就跑掉了。 对，所以一开始的话，嗯、如果你可以先从身边放话，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蛮好的开始。那你可以从哪里放话？你可以用讲话的方式放话，嗯，哎、欸，随便聊啊，随便聊啊。像我有些学他就哦随、呃、便聊说，哎、欸，我最近在做这个新的东西，他说哦，很有趣哦，然后他们就合作了。对，类似像这样。<對>那如果是比较害羞的人，像我一样 <laughs> 自己讲<講>，<laughs> 我们像讲到就是这个氛围，确 <laughs> 实别人不会感觉你很害羞。 对，我现在是澳洲。我天天教練是很害羞的我是很害羞，对，<laughs> 我是可以很安静好几天。对，像如果你像我本人一样沉默寡言、安静、害羞、腼腆、可爱的话，<laughs> 对，他他 <laughs> <還>是越来越多型了，<laughs> 非常好。对对对對,对，那你可以用，嗯，例如说，我相信大家大部分应该还是有自己的脸书或自己的 IG，你不介意说一定要先经营一个品牌的东西。嗯 你本身有的东西，你可以先拿去当做放话，嗯、然后像最近大家很爱的翠，有没有？你也可以在翠上面放话，说：“哎、嗯欸，我最近练习了这个，然后练习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今天我学习到什么，今天我学习到什么。”对，然后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时候，你都可以带上一个。 呃，所谓的 call to action 行动呼吁，就说，哎、欸，我最近想要找一些人来练习，可不可以？就是，呃，邀请，如果你刚好在这方面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服务到你。然后，我也想顺便收集到一些客户的见证。你可以先从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跨越。<對>那不知道星辰老师对于这个部分有什么想法跟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呢？哦、我,我把球就丢过来。对，我听过。 对，这也是我我们最近在有一些朋友，他们说要怎么找到客户这件事情，那有一些人会非常烦恼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他们会一直想去找很多方法去收简多的行销的方式啊之类的，但我我会鼓励大家把就是，呃，怎么找客户这件事情不要看的这么难。<laughs> 对对对，大家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成为行销高手。我我觉得先先打破这个迷思吧。其实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其实对大部分人不会去路上像随便找啊。不过如果你是一个有能力在路上随便都能找到客户的人，也可以啊。<laughs> 我觉得我觉得也对，也没有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陌生开发很强的也没有，或者是喜欢参加什么活动，像我们在巴厘岛这边有很多 social 的。 那健身房其实休闲中心呐、啊，大家都在桑拿里面聊天呐、啊，然后或者是什么，然后我都偷听他们讲话，他们就是啊，因为他们会讲 AI，然后他们会讲说，哎、欸，我是 Life Coach，然后就是其实也蛮多这种数位游牧在在国外这样，然后在这边就是像这样子，在路上随便找到，我觉得也可以。然后可以啊，泡温泉的时候说哎、欸，然后就这样，哎、欸，我最近在学人生教练，那最强也可以。<laughs> 有,有有有，我们那个其实确实有，我昨天还泡人。 泡那个冰水这样子，<laughs> 所以我觉得把它当做是一个迷思吧。就是客户很难，就找到客户很难这件事情，应该是如果其实找到客户很简单的话呢，因为尤其是现在是社群平台，就像刚刚那个 Terry 教练讲的，老师是想讲 Teriyaki，<我 S 1> <laughs> 对，很想要讲 Teriyaki <laughs>。我们这边去这去吃一些日式料理都会有 Teriyaki，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 好，我们先不要把把话绕远好了，或者是从自己的社群媒体开始。我我听过一个最最有趣的方法，就是他在经营他自己的社群媒体的时候，有一个人暗赞，他就跑去私讯那个人说：“哎、欸，你就是是什么原因暗赞之类的，就是把把社群媒体的数字暗赞，不要当做是数字，当做是一个人来看，就是交一些交一些朋友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真的去。” 真的去帮助别人，而不是一直把心思想说我要怎么样让客户自动上门什么的，你你自己去找客户也可以啊 <laughs> 之类的。我觉得大概是我想到的可以分享补充的，应该是这样吧。对，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会有压力的原因，是因为当他们一旦意识到哦，我是在做生意，我在做、嗯、呃我在做事业，我在创业。 很多人都在这一个关键点，他就压力变超大，所以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找客户，然后我一定要干嘛干嘛干嘛。对”对，但是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很不自然的行为。我觉得真正其实真正厉害，然后可以呃真的透过我们讲实际面赚钱的部分来说好了。嗯、我觉得真正呃赚钱很厉害的人，其实他是像呼吸一样自然，就是对他来说，哎，我就是分享，我觉得我东西很棒，嗯、我觉得人生教练。 呃，这个方式帮助我很多。我想跟你分享，嗯、因为我我确实看到你生命中有一些需求，我关心你，我想要帮助你变得更好。那我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对>呃服务到你？我觉得是保持着这样的心态，他这样会比说哦，我要透过人生教练，我要透过商业教练赚钱。 我觉得这种、嗯、这种流就是这个 flow 出去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它给人的感觉不太一样。<对>就像呃，之前老师有在几集 podcast 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用焦虑去获客，那我们就会吸引到焦虑的客人。嗯，焦客，对，这是什么？焦教焦教焦客，一堆一堆都是焦教这样子。 对，就大家请看脑筋急转弯。对，一堆焦焦，对，复制一群焦焦。对，但是你是单纯用一个爱，然后用一个哎、欸，我觉得很棒的东西，超棒，要不要来听听看？超赞哦！总 <laughs> <什麼 S 1> <laughs> 有点像直销啊 <laughs>，怎么表现的？不是吧？做直销，我们现在鼓励大家，就是说，哎，你知道吗？我也知道一个超赞的东西，你有没有听过安利？现在不止安利，现在很多哎、欸。<laughs> 哦，都都是这样子哈、哦，有有各种不同的啦，對,对对对。但对，但是我觉得是心态，对，但是我觉得是心态不太一样，就是哎、欸，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很不错，然后跟你分享，然后在社群分享，然后分享分享分享，泡汤的时候分享，游泳自由式的时候有没有，你就头抬起来呼吸的时候，你要不要来听听看？这样也可以。對,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哦。我想到一个东西，嗯，我突然我怕我忘记，我可以讲一下，嗯、就是呃，我我也我也同意这一点，就是。 其实跟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大家把它当回是创业，把它当回是赚钱的时候，就会严肃起来、认真起来、压力大起来。对，这个确实没有没有必要。那我觉得跟分享一样的部分是我们为什么要分享？就像刚刚 Terry 讲的一样，我们应该专注在了解你周遭的人嘛。我觉得这个蛮好，就是去倾听、去了解周遭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目标、挑战跟困扰。有可能你从来没有去跟你的。 可能休闲的朋友，或是嗯，或是认识的好朋友，或是家人，从来没有问过他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生活上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但是当你想要做这个行业的时候，的重点就是帮助别人嘛。我们也喜欢做这件事情，那么好好的去把焦点放在了解别人，我觉得比去想说啊，这是一份创业，然后 <laughs> 我觉得来的对来的容易一点。对对对，这是我突然想补充的。 对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把它当做是好玩的事情、好东西去分享。嗯、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不管是你的心情上、你的状态，你会变得很轻松，然后就会像进入奇迹模式一样，就是哎，这就是一个玩泥巴的事情，<laughs> 然后对,对了不起就丢泥巴这样子，玩完之后 <laughs> 嘿丢过去这样子，对，玩玩但是对换换换换另外一个东西，然后丢对对对嘿丢丢螃蟹。 之类的，螃蟹射出去這樣，苍螃,螃蟹好可怜。你有问过他吗？<laughs> 没有，<laughs> <laughs> 应该要问他。对啊，螃蟹好可怜。<laughs> 对，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對>就是其实你的事业真的心态上可以轻松，那当你轻松之后，其实你也会更清楚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你想做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在干嘛，嗯、然后它可以带给什么样的。 意义跟回馈，我觉得这些都是哦、呃，还蛮重要的部分。对，OK，所以这是第一个大家比较常见的问题，有关于我要从哪里开始找客户，可能会有一些内在的一些迷失，然后可能太太过于不断去想去收集一些方法。对，当然我我相信 Terry 教练，你其实有教很多方法，<對> <laughs> 只是哦对啊，<laughs> 对，只是我们今天会稍微强调一个这样的心态，我想是因为这、就是。 大多数人会遇到的迷思，就觉得我现在有想当教练，我一定要很会行销。对，那为什么不是你要很会倾听呢？对，或是我一定要很专业？对，一定要非常非常诶，很专业，专业还是要有吧，还是要有对，但我我只是形象上出来的哦。对对，有一个形象，对，打造一个专业形象这样子。对。 专业应该是你客戶你服务客户之后客户感受到的东西。对，我在想。对，没错。嗯，好，那还有哪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知识变现上大家遇到的问题呢？对我觉得可以延续刚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欸，那我好我真的放话了，狼来了，然后这样子，<對>然后哎、欸，我也我也在平台上分享。那除了这方式？ 那如果我真的要接触到陌生客户，就是非我亲友、非我身边的认识的人以外的客户，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对，嗯、那呃，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就会讲到比较稍微硬核一点。对，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看，先不要觉得排斥或是啊我不喜欢。老人家听不懂硬核呃，硬核就是比较硬的哦。好，对，坚果类，谢谢 <laughs> 哦，壳的 <laughs>、啊、坚果类，<laughs> 果类对。对 对，我觉得就是除了刚的，因为刚,刚的分享的方式它比较像是自然流量，如讲一些比较那个网络行销的部分，<对>它是比较偏自然流量、自然触及的方式。对，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那这个方式它做的话，就是嗯，你的接触度就除了你嘴巴这样传播出去之外，你的接触度就是由那个平台的演算法去帮你去算、帮你去推播。所以它有时候有点运气成分，我们不知道。嗯、对，这是比较不可控的部分，<对>但是。 还是要去做。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用广告的方式，有没有很硬哦，广告是对，但是确实也蛮多人在学的啦，对吗？对，对，我觉得广告的方式大家也可以去参考。那，嗯，因为我发现真的很多人会觉得，他可能听到这里就想说，哈，这集我不听了。<laughs> 听到广告两个字，就呃我不喜欢这样子，我是哈、啊、压力好大，哈、啊、好浪费钱，然后哈、啊、<对>广告，然后就觉得有很多的一些哦、呃、对广告不舒服的看见跟想法，我发现真的蛮多人是这样，直到现在还是蛮多人会有哦、呃、这样的想法，对对对，那我在呃我在离清，就是说我。 问他们说：“哎，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广告听起来很不舒服啊？然后很浪费钱啊，然后压力很大之类？”他们说：“没效啊，钱投在水里啊，<对>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觉得广告是一个把钱给交给社群平台的一个东西。嗯、对，所以他们觉得广告对,对,对跟他们对他们帮助不大。但其实就是说，嗯、呃，如果你有发现到刚刚我类似提到的部分，那很多时候是因为，嗯、呃，那个广告它的设定是有一些逻辑在里面的。 对对，那这个逻辑其实就像呃，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你要先了解你要帮助的对象是谁，他的需求是什么。嗯、那当你知道说，哎，我要帮助的对象是谁，然后他有什么样的需求的时候，你再去做广告上面的设定就会很好设定，因为你已经知道你要接触到的对象是谁。嗯、对对，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些逻辑在里面的。那 我觉得大家可以翻转一下对广告的看法跟认知。你可以把广告当做是一个不会睡觉机器人，因为它确实就是机器人。嗯，对，它不会睡觉，然后你醒来它帮你开发客户，你睡觉它也帮你开发客户，所以它是二十四小时在帮你不断的开发潜在客户的工作人员，<對>或者说你的伙伴、你的好朋友、你的伙伴。对，嗯、所以那种感觉就像说，嘿，我现在想要开发呃。 像星辰老师这样的一个受众，对，那你就去做设定。<對>你设定完说去这么怪<去>的人呢、啊？<laughs> 对，Go 去找他吧，这样子，去把他抓出来。对，去台湾抓出来。还這樣子。哦，对他现在在巴厘岛，去巴厘岛抓出来。<laughs> 他却不在台湾。广告打在巴厘岛才会打到我。对之类的，哎哎，不见得，因为你有些标示的地方是在台湾啊哦。Uh, oh, 对 <管是 S 1> 你个人资料。 所以你的课里面有在教人家做广告这样子吗？對,对，有教。Oh. 我觉得还是要有，因为它的速度真的快很多。对我，我想到，呃，我现在可以说话吗？<laughs> 可以啊，当然可以说。<laughs> 老师，这是你的节目。<對> <laughs> 没有，我想说你的内容很精彩嘛，我尽量少插话还是怎么样？但是有有些话又不吐不快。没有，我想到你刚刚说的，剛吐吐吧 <laughs> 你刚刚说速度很快这件事情，大概是呃。 我刚开始在网络上创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后悔我没有早一点下广告。哦，真的吗？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去，我其实花了半年时间做自然流量，就是写部落格啊之类的，啊、然后<对>做到差不多六个月。对，前面前面几页，然后然后还有其他的社群平台的流量，那时候雅虎、ah、部落格流量，然后做自己的电子报，然后开始开始去发售自己的线上的课程啊，跟咨询的服务。 然后我才去上一些创业、网络创业的课。<laughs> 我不是先上课，oh, <对>我先先乱做，做完做做出来赚钱之后，我再花钱去上一些课。然后上那些上那课的时候，它里面就有讲广告的概念。Mm hmm. 然后我听完我就发现啊，那我早点做广告不就好了？<laughs> 我那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想到，呃，我在还没做网络之前，有一个很老派的做法。我因为我住花莲嘛，然后花莲有一个地方报。 然后那时候我要办教育训练办现场课程的时候，我邀请别老老师来讲课，我就是去买报社的广告，是超老派的啊。然后,然后己其己现在还是管用、啊。名片对名片大小的文案，然后留我的电话，然后之类的，然后大概花个三千五百块，然后看转换率多少，或是七千块这样也是也是用广告，<对>就是广告确实是是蛮快的，但是但是。 是不是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是你要像你刚刚说的，你要了解你要帮助人是谁，而不是以你的产品<對>产品思考。对，你就说我的产品有多好，产品、嗯、可以帮助你怎么样？<錯>其实重点是，你你锁定的客户是哪哪一种人？好像比较对，比较 OK，对不对？除非你那个<對>你打广告的地方是没有人在打，<laughs> 那對對對应该也没有很,很困难，你随便,便打也，<那>可能也会有人来之类的。 对，但现在还是很困难，对不对？对，我觉得最终你事业就是，不说我们讲创业好了，讲事业可能会让人觉得哦，好严肃这样子。我们讲创业好了，对,对我觉得创业这件事，它最终就是回归到我们跟谁连接，嗯、对我们合作、<对>我们帮助的对象，或是我们合作的对象都是人，所以我们要做所有的事情，<对>不管是自然的流量，然后嗯。 买报纸的广告，然后买杂志的广告，买各种的方式。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跟人去做连接。对,对我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在想啊，方法是什么，工具是什么，然后要怎么操作，然后这个数据、数据、数据，我们就会放错重点。但我们的重点不是，嗯，当初想要帮助到更多人嘛，或是我们当初想要服务到更多人。嗯 然后需要得到更多的客户，<对>然后帮助他们变得更好，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呃达到变现的这个结果。对，所以<对>广告，我觉得广告最终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更有效率的去接触到这群他现在还不认识的我们，哎、嗯，不还不认识的呃的这一群人，应该这样讲。对。 对，所以我觉得逻辑上这样子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广告这么一回事。然后好，那我现在要写什么样的东西，他们会有兴趣？然后设计出什么样的图片或是影片，他们会有兴趣？嗯、那我的后台设定要怎么设定，会接触到这些有兴趣的人？我们的思考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主的去做思考的时候，你就觉得。 哎、欸，这一切很好玩，是真的很好玩。对，你们看，我现在眼睛闪闪发亮，嗯、因为我是真的觉得很有趣。对，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大家不用把它想得很严肃，或是压力很大。原人为本的部分啊，对我们所有做任何事情，最终就是跟人连接，就只有这样而已。对，对，只是跟对的人连接，还是跟不适合的人连接？不要讲错的是，是可能是现在不适合。对，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而且以广告来说，我以前我以前接触到的是，呃，其实广告是可以不用钱的，对，嗯，就就像就像 Terry 老师，你也有建立一个我们我们在学校上面讲前端嘛，就是说你有一个前面的小产品，然后对，有一种漏斗是，如果你你打了广告，然后客户可能会直接先买个小产品。那假设你广告花一千，客户也买一千，你广告等于不用钱，但是你有你会一直有流量进来，那。 这是以前我学到那个漏斗的概念，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学那个国外那个法努的课的时候，它的概念就是，其实广告根本不用钱。所以假设好，今天你只要五千块就好了，然后你这个，你这个月，你这个礼拜花五千块，然后你做了一个小小的产品，然后这个礼拜又把五千块赚回来，你用五千块可以打广告。<laughs> 所以，<对>所以你一个月可能你一个月，假设你广告费十几二十万好了，但实际上可能是没花钱。 就用<对>用用这个角度去看，它其实是其实广告是可以不用钱，对。然后听起来这样讲起来比较神奇嘛<对>，对。然后你你一个月可以花十几二十万，但是你一开始本金只要五千，对，<laughs> 或一百都有可能，或甚至你还<对>你还赚哦。对，所以这个要学广告，就感觉找 t e 老师学什么以人为本，<laughs> 然后以人为本广告术，对，告以人为本的低成本广告术这样。 不过这个真的是很好用嘛？诶、欸欸，其实有点像投资，你就是有一点点像。对，你可能看像我之前看过有人的，呃，他就是进入市场了，总共投资本金是一千万嘛，还是怎么样？可是实际上他本金可能没有到那么多，只是一直一直来来，一直一直进去出来，一直进去出来。所以，对对，所以所以看，所以他那个那个数据看起来像是哇，他有很很高的本金，然后可是其实不一定是那样子。 我完全没有讲错，<對>但是呵呵突然有点逻辑失常。好，哦，是因为我吗？<laughs>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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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逻辑很好，所以我逻辑要失常一下，<laughs> 才会显得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嘛，对不对？主持人通常都要傻傻的。<laughs> 哦，是这样吗、啊？傻白甜。没有，因为我很久以前有听过一些小小时候有听过一些成功学的一些那种那种广播有没有？然后里面主持人听，哦、他们应该都是套好的，所以里面主持人听起来都好。 笨笨的，等要展现的超笨的，<laughs> <laughs>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就他们是套好的吗？为什么主持人是为什么感觉都感覺就像天线宝宝一样？对对对，都感觉回答的笨笨的这样。可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对他们就是要呃，可能也是接靠近靠近受众嘛。他们觉得问一些比较很很基本的一些问题，然后大家都会有的，然后显得很，我觉得那时候觉得很有趣这样。 所以就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我跟大家示范一下，错误的信念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主持人倒笨笨的，从主持人开始呵呵，没有，只只有我，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对，大家都跟對、哦、康永哥一样，老师会收到很多写信。對,对对，康永哥就这么厉害嘛，对不对？就是蔡康永，主持人是很厉害的，对，也会很知性的。对对，笨的就留给我就好。我们我们越讲越歪，我们现在倒回来，换我拉回来。以人为本。 广告对，以人为本為對。我们还是一个很震惊的节目内容，<laughs> 哪有震惊过啊我們 <laughs>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我们在服务客户曾经拥有,有过，<laughs> 那是我们一个，现在是可以用。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對>一个感染力。好 <laughs> 好，好对，但确实，对，但我觉得我可我也可以补充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神奇的招数，因为这个确实我现在。 这就持续一直在用，用了一一年多，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用，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个，嗯，我觉得大家刚好可以得到的干货很棒，因为这这个台湾真的还是少部分的人有教，大部分还是国外的发弄、啊、比较多，台湾很少人教这个前端的哦、嗯，就是迷你课程、低阶的产品。啊、很少人教吗？我问你，很少人。讲了，那、啊、可能年代久远 <laughs> 哦，可能有些人消失了，然后有些人藏起来了。 呃、欸，有可能，对，对我我认识<对>算是少部分，看到、嗯，对，嗯，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去学习的，对，然后，嗯、呃，它是一个迷你型的产品，就是例如说你可能呃有开一些直播课啊，或是你有一些五天的迷你音频，然后是一个就是你觉得诶可以让客户先有第一小阶段的成功，或是一个 quick win 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它不用很贵，<对>它可能就几百块，或是呃了不起一千五以内的范围。 对，超过一千，我可能就会让人会有点<对>诶想一下到底要不要下单这样子。对，但是如果你是一千块以下的话，<对>其实通常他们就哦，好像可以就刷下去，<laughs> 就哎卡就这样刷下去。Oh. 对，但是你把它放在呃，就是你有这个逻辑，然后去设定在广告的前端的部分。那当他去呃接触到你这个广告，他可以先接触到你的这个一小型的付费方案。 对，<Okay. S 2> 那这一小型的付费方案，它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先认识你的服务、你的内容、你的价值，还有你的 feel。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大家都是挑 feel。哎，我喜不喜欢你讲话的方式？<对>我喜不喜欢你的风格？你讲的话我听不听得懂？还是我听不懂？嗯、对，你是傻傻的，还是你是很聪明的之类的？对他们都要做一些呃熟悉你的动作。那这个产品就很好用，而且它确实可以。 呃、嗯、部分 cover，全部 cover，甚至是赚回来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广告费的部分。对，所以其实，<哇>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用的方式。刚刚老师有提到，然后大家也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金钱的能量循环过程。对，哇，突然很想跟你请教，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小产品？<laughs> <laughs> 现场有有，我好久没有做这个东西了。<以>啊、<laughs> 现场来，现场来咨询这样子，哎、欸，唤唤<換>起几年前的记忆。呃 对，换起我我们以前有有这样做，对对对，但是我现在好、啊、好久没这样做，然后现在哎，我突然如果我要做，我要我刚听你在讲，那我要做我要做哪一种？嗯，好，没关系，我们先先先略过，呵呵先略过先略过吗？我有没有还还想说，哎，我准备好了啊、哦？你没有讲到这么厉害，好、哦、强哦，不愧是策略大师。<laughs> 你想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可以先盘点，你觉得你的客群，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适合。 呃，已经有服务过一段时间的人，嗯、就是你的客群，通常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哦，oh. 然后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迷你问答集，或是问答音频，或是十五天的什么什么什么。例如说，像老师可能是，<对>呃，我我举一个例子，十五天的潜在潜啊、呃、潜意识疗愈。我有做这个吗？<laughs> 之之类的，对我说类似的，oh. 或是清醒梦五、oh. 天。 快速入门清醒梦哦、啊，清醒梦我们确实有这个流程。我们之前其实我只是我我自己把它关掉了，<laughs> 而且那个轻松 <laughs> 就是你对那个那个其实一直赚钱了，然後可是我就懒得用，我就把它关掉了。对，對對對那可以开开启对，因为我觉得清醒梦其实它跟嗯应该说，因为我最近也在研究就是能量的部分啊，然后潜意识的部分，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要创业，或是你想不想了解。 身心灵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它都是对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很有帮助的。嗯、对，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延伸到另外一个话题，<对>就是限制性的呃意念跟想法的部分。因为其实创业，<对>我觉得创业的工具跟方法外面真的很多，你有心学都可以找到你要的。但为什么我们学了这么多，还是觉得很难用，用不太出来，或是 Lady Gaga 这样子卡卡 Lady Gaga 底类<對>卡卡，对底类卡卡，<對>卡卡各输出卡卡，创<對>业卡卡这样子，對對對各种卡卡。对，那很多是因为我们可能对于，嗯、呃，可能对于金钱会有一些想法，或甚至是说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可能会让我们在赚钱的时候觉得好害怕，别<對>人要付我钱，压力好大，好害怕。<對>万一我没有资格怎么办？麼我也不知道，反。 一百一一百万颗肥皂，我们要给我一百个肥皂怎么办？压力好大之类的之类的，对对一一百万个砖头，奇妙奇妙的话，但真的很大，对对对对，但是真的我发现好，十个肥皂好可怕，对我我真的配得吗？我配得这一百个肥皂吗？对，我可以，我值得拥有这些肥皂吗？这样子多分可以，多分可以。 各种对，但是我觉得就真的是类似这样，就是哎、欸，我可以吗？我值得吗？嗯、我会不会还没能够有这个资格得到？万一他认识我，他觉得我不够好怎么办？嗯，对，那这些种种的想法其实就会挡你财路，挡人财路，<對>钱送到你门口，<對>你就说啊，嗯，汤啦。 那、哦、我们不要啦，不好意思啦，然后就把它推出去。然后这时候就想说，为什么我都无法变现，流一滴眼泪，两滴眼泪。<laughs> 这个<也>是，对，人类真的很很有趣。<laughs> 现在老是什么视角，宇宙视角，嗯，真的真的很有趣。我我我这几天也有遇到一个新的来跟我咨询的朋友，然后。 啊、呃，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的朋友会会这样子，就是他听我们在这边讲，好像好像什么都不是问题，为什么我们这边所有人都开开心心，好像玩的很快乐，然后然后可是他可是有些朋友就觉得为什么自己的压力是很大的，然后或者是我为什么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是,是对对对，大家会遇到这些的卡关了，但是。 呃，就像刚刚 t e r r 教练讲，就是你，我相信你也会遇到很多像这样子的部分，对。然后你现在也<对>也也也也有，也不只是教，对，每次内外双修嘛，你不是只是教大家外在这些技巧，其实你会相辅相成的，也也顾好他的一些状态、心态的部分，协助他们去更轻松、有动力的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 大部分卡住，真的不是不知道什么方法跟技巧，真的是一个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就卡住了。对对对，这个这是卡最大。其实大家最痛苦、挣扎都是这个这个关键点。诶、欸，我我想法上卡住了，我感觉卡住了，<對>然后我的心态上卡住了，不舒服，所以我不适合创业，嗯、就会有这个连接。 但是當，这这什么逻辑？真的，真的超多，就哦，我无法变现，<laughs> 哦，我不适合创业，哦，赚钱好痛苦之类的。對,对，但是你把它拆开说，哎、欸，我们现在来看、喔，哦，A 是 A，B 是 B，C 是 C，<對>那你觉得 A、B、C 有关联吗？他、啊、可能说，没有，哎、欸，有欸、不一样的关联。<laughs> 对，它其实是没什么关联。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也是题外话，但我觉得可以连接到刚刚老师提到的，就是哎、欸，迷你产品为什么这个跟？ 变现很重要，我觉得确实，如果就是说可以透过老师的迷你产品，然后服务到更多人去疗愈，<對>可能是呃清醒梦或是意识、意识、潜意识层面的一些没有发现到的限制性的信念或关卡。对，哎、欸，其实这个创业其实会冲很快耶。我直接把那个创新 c l 的六个哲学变成变成付费的可、啊。可以呀，可以声音版 <laughs> 或是各种版。有有有那个实做版。 哦，oh, 可以做个实做版，好，这不错。对啊。还有，感谢嘿，雅老师让我赚到一个咨询，<laughs> 大家瞬间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样子。对，大家会 I watch you <laughs> 对。对，I watch you。<laughs> 哎，你你看，你，你 <laughs> 没你做出来。对我没做出来，你你我也不会怎么样。<laughs> 哎，老师就是，哎<对>，拿我怎么样？你能拿我怎么样？<laughs> 对啊，怎么我说要做，但是我就偏不做，怎么样之类的。 <laughs> 没有啦，我有很多事要做。OK，好，所以我们聊到哪里了？嗯、<知道 S 2> 我们要倒回正题，广告的部分，对广告聊嘛，告就是怎么样以人为本。对对对，然后还有广告秘籍，其实广告是可以几乎不用钱的。对对,對，这、就是一个小小秘密，偷偷跟大家说。对，理想的情况下、啊，那个是可以可以是一个前进的方向。然后对做成的话，就真的蛮蛮开心的。 对对对，好。所以还有什么常见的问题是你会常遇到的吗？哦，oh, 我觉得第三个问题超多人问，例如说，<对>嗯，可能是人生教练好多、哦，现在 life coach 满天都是，<对>然后满天吗？<laughs> 满天都是，然后商业教练满地都是，<对>天跟地都是这样子，好多、哦、<对> too many too much 这样子。 对，然后我要怎么做出差异化？嗯、因为我觉得我快被淹没，所以我们的技能都好像我我也是在做人生，去投啊、哦，躺平就好了，<laughs> 会呼吸就好了，反正只是要要赚钱嘛，去投资就好了，<laughs> 这样会不会很好笑？大家很少会认真回答，可以關掉认真回答，对对对，因为我我我确实是有遇到，呃，有些人他们可能做人生教练就是是个兴趣嘛。 然后他他把跟赚钱画上等号的时候，就会变成压力了。然后就想说，我要如何做出差异化？因为有差异化才可以才可以成功。但是如果他只是要赚钱，有很多别的方法，啊、<laughs> 不一定要只能只能做这个。你把人生教育当兴趣也没，没<错>没什么不好。搞不好你当兴趣之后反而赚到钱，那个那个心态的心态的差别。对，但是但<对>是这个是一个跳痛的。 跳动的回答，我们还是来听听看天宇老师如何震惊的呵呵，如何认。我开始要那个，我差一点跳过这个话题就哦，对啊，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赚钱。<laughs> 好，这问题就结束。<laughs> 对，这個問,題對這個、问题突然结束了。但是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欸，你你会你要怎么，你都怎么协助他们？对，这么多哦，啊、好，这个真的多，怎么差异化？那真的是大哉问，因为不管是人生或商业或创业或者是其他领域，嗯、大家只要。 你做的是有市场的主题，都会遇到同行。嗯、没有同行，<对>那要么就是大喜，要么就是大悲。对，所以我们先不讨论，<对> <laughs> 我们先讨论就是，哎，你会遇到很多行行你不可能做、欸，有的时候是这样。对，所以是大悲。那大喜就是<对>恭喜你，可能是超级先行者，但是呃，加油这样子，你可能要教育市场、<对>开发客市场一段时间。对，对所以。 嗯，我觉得就是说，像我们就是呃、嗯，我服我服务的服服务的客户这边，就是大家都一定会遇到，可能像是我品牌定位要怎么做？老师之前有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品牌定位怎么办？嗯、然后怎么做？我品牌定位是什么？对,对，这个真的是大问哉，不管是各种阶段创业家也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我的品牌定位会怎么做？那大部分人会想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希望你告诉我。 我到底是谁？我要如何成为独特的自己，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我？<對>其实大家想的心里想的是这一个。我刚刚想到也很好笑，就是就是你是谁？你要我来告诉你，<laughs> 类似这样，真的，這個、对对对，蛮有趣的，对对对，请你告诉我我是谁？对，嗯、是这样子。 对，所以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探索品牌定位是这样子？对，那有一个方法就是老师之前提的，哎、嗯，你的客户跟你说，你的呃，他觉得你的关键字是什么？然后他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对>什么样特质等等，这个是一个线索。对，但我相信大家听到这边可能还是不满足，你直接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嗯、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来带大家去思考这个议题。嗯嗯、对，那我这边提的。 品牌定位不是说大家在外面很常见說，说、欸、哎，你要用你的主题去做呃所谓的定位啊，position 这一种，我们不是做这件事情，嗯、因为你自己去做 position 意义也不大，因为那是你的角度去认知，<對>但实际上它不见得是事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通常意义而言是不太大的。我反而会建议说，你可以先从你里面去做挖掘跟探索，例如说，你可以问一些自己呃问自己一些问题，就是说，哎、欸，我为什么要做人生教练？ 对我为什么要做创业教练？我为什么要做插画？嗯、我为什么要做疗愈师？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嗯、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好，那你想,想想想一想之后，你就可以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诶，那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本身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为我人生带来什么样的？ 翻转或改变吗？我人生有没有因为这件事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见得是要外面看起来很厉害很大，而是你有感觉的变化。例如说，诶、欸，我变得更有自信的人；例如说，我从忧郁走出来，走到自信的人；然后或者说，诶、欸，我变成一个更有能力、更有影响力的人，等等。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觉得这件事它带给你什么样的翻转跟？ 改变，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问题。对，好，那我自己有经历过，那，呃，我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我想要帮助曾经过去的我吗？嗯、我想帮助什么样的对象吗？我对帮助着这个谁，我有感觉吗？我想到他，嗯、<哼>我就会好想好想帮助他，好想好想让他变得更好吗？这样子。 我觉得你可以先用这些问题花一些时间。第一次的时候，你可能会脑袋一片空白，很正常。对，但你可以，嗯、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值得呃问自己的一个一些问题，然后也可以花一些时间。然后你就在想的过程，<对>你就先把你想到的关键字，理理乱也没关系，但就写下来。嗯，它是一个，oh, <那>它不是一个目的地，它可能是一个具备过程的过程。对对对对，它这 PS, 先找那个点 p s 让你朝那个方向走。 但你对不一定<對>不一定马上就到那个目的地，对，除非你开天眼灯这样子。<laughs> 所以欢迎大家来第三只眼开的课程，开天眼，三十天开天眼，第,第三只眼三十天长出你的第三只眼。对对对，突然变成會,会变妈的多走一走。这个这个工商有点很跳动，突然按插个广告。我们回来，我们回来。天对，我们现在先。 先把天眼放一边，我先回到刚刚的问题。嗯、对它就是有一点是把你的一些很原本很发散的东西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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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聚焦。好，那你写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的人，应该说全部的人，在写下来的过程，嗯、然后你再重新看你写的文字，你会发现，哎、欸，其实有些特定的词汇，它会一直重重复的出现。对，对，它会有一些重复的。 叙述重复的形容词会一直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出现。有些字句，<对>当你看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就是我很有力量这样子，嗯、就是哦，我我 get 到了这样子。大部分人会这样 get 到。对,对，那你接着呢就可以把这些东西，这些蛛丝马迹整理成很具体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呢，它的句子就会像是、嗯、我想帮助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改变，然后不用再经历什么样的痛苦或损失。嗯、当你写完这句话，嗯、恭喜你，你的定位就出来了，因为它是你的价值主张，<對>也会成为你的品牌宣言。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试试看，先练习看看是不是可以把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刚刚想的一些，嗯。 想法去把它塑造成这一句话。那例如说，我的一句话就会是：呃，我想帮助正在创业或是有经营自媒体的个人品牌，透过我设计呃设计设计设计的 IG 设计 <laughs> <計> <laughs> 对设计，这样子，中间跳好好多个字，<laughs> 对，透过我设计的 IG 品牌变现四大阶段，从打造月入六位数的。 事业模式，然后到透过 IG 可以持续得到优质客户的成交，然后让你可以用更轻松、更简单的方式经营事业，然后不用再花很多时间学一大堆的自媒体技巧、数据追踪，然后觉得哦好累，然后觉得效果有限。类似像这样，<对>不见得说要写很长，但是就是把它写的具体一点。嗯、对，那当你这样看就，就哦，原来我想做的是这一件事。对对，那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想，哎，那我要怎么去表达这一件事？ 那当你持续去表达、表达、表达、分享、分享、分享的过程，渐渐的，你就塑造出不一样的你。嗯，这个不一样的你，它会被塑造出来。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世界上真的不会有人跟你有一模一样的人生经历，即使你是双胞胎，嗯、也不会一模一样。对你可能呃，学校不一样，爸妈不一样，学历不一样，就业。 还有你的整个人生经历也不一样，这些的种种，它综合起来，嗯、它就是独特的你。对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而是说我先去认知，我本来就是独特的存在，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分享、表达，然后让更多人可以有被我 touch，、嗯、就这样子而已。那他们在接触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哒哒哒哒哒哒,哒的过程，他们就会觉得，哎，你跟。 呃、嗯，你跟人生教练，其他人生教练不太一样哦。哎，你讲的话好像有一些，我好像会被吸引到的哦。但你说是那是什么？哎，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就会被你吸引到。对，所以我觉得在差异化部分，<对>它其实是一个过程。嗯，对，它不是马上懂我，就是要差异化，它是一个<对>一个分享的过程，跟别人认识你的过程。我我我觉得听到这边就想到，其实这个整个创业，它就是一个。 透过跟外在互动的自我探索过程，嗯，对，因为你你的这些问题，<對>呃，还有我刚刚想到，就是像这样有点像是一种，有点像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定位练习嘛。因为大部分人是就是主题好，那你要切割减肥给女生，针对女生的减肥还是什么，就是给绿色减肥，给谁的减肥？大饼切小，就是大饼切小饼，利息市场切切切,切。对对对，以前以前是这样子嘛，但是但是。 有可能时代不一样吗？或者有可能环境不一样，所以你现在提出的这种就是从内挖掘的这个方式，我觉得它也，我如果我们也把它当成是一个定位练习的话，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指引你方向的 GPS，就像这样的定位练习，嗯、指引你方向的 GPS。所以重点一样是过程，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让你动弹不得的一个。 障碍物，嗯、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想要马上整理成一个具体的一个目的地，<錯>就是我想帮助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达到什么样的。我要去美国，我今天一个小时后就要到达美国，<對>但是這種感覺我感今天就要到了对对对对对，我想责任一门这样子，当然可能也有机会了，对。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缘分嘛，然后而且有可能你想要到的目的地，你用想象到的那个目的地，不是你真的真的会到的那个目的地。他的意思就是。 有可能你，我觉得最后那那些话，是你可能带着这个 GPS 一直在服务别人的过程之中，可能有一天，人能通过客户反馈，然后通过你自己的感觉，然后通过你心里一直有这些这些问题，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人生教练？我为什么要做创业教练？然后我本身的经历带来什么样的转变？然后我想帮助谁？我有感觉吗？有一天突然就整理成这样一句话，然后这句话是你一开始没没，可能没想过，对我觉得这个蛮。 还蛮好的，而且我前阵听到一个我朋友跟我分享，他说他最近观察别人的广告，发现有一种广告，呃，他认不知道是他认识的一个人还是怎么样，他说那个人可能其他人都是用那种很广告的方式嘛，就是我的产品是什么嘛，就是就是就是切割一个定位，然后去去打广告，对不对？可是他、嗯、他看到另外一个广告，那广、個、告成效很好。 那个广告的成效只是告诉别人，在广告里面告诉别人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laughs>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刚好跟你做的练习是一样的，就是你单纯你把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很有感觉的写出来，<對>然后你自己本身的转变，然后你想要帮助谁，就有效了。<laughs> 你就算不不知道最后那一句话是什么，对，对你还没有很确定帮助的话，你只是写你為麼也没关系。 对，可能也会有效哎，对，这是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有趣的一个案例啊。对，对，我也补充一下，就是嗯，刚提到这一句话，它会一直变动。嗯，对。真真的创业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变，那<对>是不可能的。对，唯一不变的，真的就是在变，包含你的一句话，它其实也会变动。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创业。 跟后面执行过程一定会有很多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例如说，哦，我以为我要帮助的对象是这个人，结果是那个人。对，对然后对，对啊，就像 Amber 之前有提到，他也有在一些呃 podcast 有提到，哎、欸，他原本想要帮助的是、嗯、可能是呃妈妈这个族群，但他发现，哎、欸，好像创业家会吸引过来，所以他的受众就调整。 成啊、呃，服务创业家这样子，对，所以它是一个动态性的变动的过程。<对>你的句子，你的甚至是使命好了，它其实都会在变动。但是唯一不变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的初心，嗯、它是最不容易变动。嗯、所以，然后这个也是大家在。 创业一段时间就会迷失掉的事情，然后就变哦，压力好大，我要赚更多钱，我客户好少，然后出机率好差，不都不但我爱心，我直播没人看。哈哈哈，他会专注在其，就是没有比较，其实不太有帮助的地方，而不是对都我些小这个这个是一个呃，怎么做出差异化？我觉得你你这个方法给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路径，一个一个 GPS。對,對,对。對 把你的杂音关掉奇奇怪怪的，对对 <laughs> 对，我<對>是、嗯、一些在哪怪怪对，<laughs> 我要怎么赚钱？對, <laughs> <laughs> 对，但是当你突然进入了状况的时候，你这时候就可以把这句话拿出来。哦，我当初写的写成这样哦，我当初写写的那么那么厉害这样子哦，我当初为什么想做这件事？<對>你会被提醒到哎、欸，嗯，对你真的会哦，对吼、哦，好，你就突然眼睛一亮，然后那些声音就会突然被关掉。 对，我觉得这个帮助真的很大，<对>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尽可能把它写下来，然后也接受它会变动的这一件事情。它真的对你会蛮有帮助。<对>我觉得这一切，它都会比你哦，我到底图片要用什么风格？<laughs> 要用极简的风格？要用呃饱和度很高的风格？我 logo 要长什么样子？我要用 Canva 还是请设计师？然后我的文案要怎么写？然后怎样怎样这样？我觉得它的价值跟意义。 都比刚提到这些形式还要有效，非常的多，因为你要先知道、啊、这个是 AI 做不到的。对啊对，AI 真的可以帮你做<对>，AI 现在超好用，什么但<是>什么都可以。对，超级好用，嗯、但你要先知道你里面的那个你是谁，你才有办法透过外在形式去表达出来。<对><对>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顺序大家可以顺一下，真的会很大的帮助你，然后去找到你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对 <coughs>，好，所以这是如何做出有效差异化的这个回复？还有吗？还有最常见的问题，好像还有一个，对不对？还有一个，对,对好，刚刚讲了，老师讲了那么多，Tilia 讲了这么多，我要不要拍短影片？嗯、<laughs> <laughs> 对短影音的趋势，<laughs> 对，无法忽略。 现在短影片大家都说这是趋势，<对>这个是在呃风口上。即使我是猪，<对>我站在风口上我也会飞，我要不要飞？对，类似这样。大家都说了，那还是风口吗？已经 <laughs> 快要 <laughs> <对>快要不是，但他还是啦，<事>还是。对哦，还是哦，好。应该说比较多人站在风口上。对哦，这个风蛮大的，<laughs> <对>还多人吹起来，对，一起吹。对。 嗯，对，因为真的好多人问，说我要拍短影片吗？我要拍短影片才能变现吗？我真的要拍吗？<對>但我又不喜欢拍，那就不要拍没有啦。这这个问题不能这样就这样结束。<laughs> 对，大家会在意，然后那可是这样，对，就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就赚不到钱，这个想象。所以还是想要赚钱，<laughs> 他还是跟这件事直接直接绑定。对，对对对，很少人会说，哦，我想要那个。 呃，传递某个观念，改变传统的传统的一些价值观，那我要拍短影片吗呵呵？没有人会这样问，没有人，<对>就是没有人会因为他的初衷犹豫。对，大家犹豫是赚不赚得到钱？大家、嗯、想要是结果，对，就是怕达不到这个结果之类的。但如果跟他的初衷连<对>连上关系， 还有他自己连上关系，可能就也可以有一些端倪吧。对，对，感觉，对对对，你的初衷跟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你发挥嘛？因为它就是一个工具。对，老师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完了。啊，真的吗？是你是这样回答的吗？我只是突然，对啊，對啊我可能接收到你的那个云端，有可能。OK，你讲，你讲，你講完开始跟你起通灵这样子。<laughs> 没有了，你还是、嗯、你你讲的比较有架构了。我讲的，我刚刚我我其实也。 觉得我我在讲什么？对，我我觉得我的话，那刚刚那个话不是我讲的，那是是我吗？是我讲的？对对对，是你这样传到我这边。我说你肯你肯西你就说，哎，我就是一个内向、害羞、腼腆、可爱的人。你可以，我可以不要讲那么多话嘛？所以我就帮你讲出来了。好，谢谢。我不知道真的是这样哦。对，我真的是这样回答。对，那但我还是讲一些比较架构面的。好，好，好，大家就是对对，让我让我可以好好表。 对对对，还是回来这样子。对，那我讲趋势的部分，它确实还是个趋势。它的趋势是因为大部分人专注力确实降低，嗯、为什么？因为东西太多。对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啊，你不要再废话，直接跟我讲重点，这是什么？對,对我什么好处？意义在哪？”就这样。对，但当然也有。 一群人他是喜欢比较深层次的东西，对，所以其实都有。嗯、但短影音的趋势，我们先理解哦，他是因为现代人东西太多，专注力发散，所以用短的东西去 catch 到他。嗯、我们先有这个认知，嗯、对。那所以社群平台发现到这件事，那就哦，现代人注意力分散哦，那我要抓眼球，因为这样的话呢，我才能从中得到一些获利，因为要投放广告嘛，然后做什么样，嗯、所以我要去继续把他们留在平台，所以。嗯 在流量的部分，它确实会把比较多的资源放在 reels 或是短影片上面，因为它要继续吸引人持续的回来这个平台，因为不然人就没了，<对>人就不见了。对,对啊，安内姆唐毅，呃，社群平台还是公司嘛，所以它的盈利的策略面考量是这一个。嗯，好，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我们先理解，然后先放一边，等我们先放旁边，<对>因为这样的话大家会把所有想法都糊在一起想，然后就想不清楚。 好，嗯、我觉得在了解这个是趋势放旁边之后，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刚刚老师提到，老师刚刚真的把我想要分享的重点全部讲完。好 <laughs>、哦哦，我知道，<laughs> 不好意思哦，要反问你，然后自己讲完。对，已经讲完了。对，但我我讲，我用我的声音再讲一次好了。好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大家会体验到不同。对，不一样啊。比如，对，老师钢钢铁的能量，老师是火焰的能量。<laughs> 我有吗？我是发电机耶。 哦、我也是发电机啊！现在大家就想在想什么？哦，钢、哦、铁发电机跟火焰发电机不一样。对，不一样。对，嗯、对。那我觉得就是说，嗯，要不要拍短音？之前我觉得重重点是，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嗯，这件事对我来说它的意义在哪里？<對>我想透过这件事达到什么目标？嗯，然后我想透过谁？ 达到这个目标，好，大家可以先想一下，哎<對>、欸，我是想要用这个工具赚钱吗？变现吗？还是我有想讲的话，我觉得用这个方式讲我比较好表达？还是我有觉得，嗯、呃，我想要诠释出什么，所以我用这些方式跟工具去分享。嗯、对，我觉得角度是这样子才对，嗯、因为这些真的全部都是方法工具。很多人说，哎、欸，我要去学自媒体。 TikTok、talk, 小红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它最终它都是工具，但是最重要是我到底想讲什么给谁，然后达到什么目标，<对>翻转的目标，诶，他 get 到的价值，你后面才是变现，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嗯、对，所以我觉得先顺顺一下这个架构，就像你骨你你有骨头，但你骨头是歪的，或者你肌肉不平衡。 那你外表，嗯、你不管在做什么医美，你还是歪的。所以去整形，<laughs> 去做开刀，<laughs> 那开刀也是动肌肉、<laughs> <對>动骨头啊，还是动你里面的东西啊？对，他不可能说哦，你皮拉一拉，你的脸就会变正。万一你的肌肉歪斜，你你拉皮脸还是歪的。对，对，就像这样，就大家就在一直狂拉皮，<laughs> 但骨头是歪的，肌肉也是不平衡的。<laughs> 大家才想象那个画面有点快，有点难想象啊，<对><对>是是有点不舒服，但但就是真的像这样子，对，对嗯、打玻尿酸啊，打肉毒啊，但是都没有动到骨骼跟肌肉，对、啊，但其实重点是骨骼先正，<对>肌肉先舒缓，先平衡，然后弹性很棒，<对>你的身体才会漂漂亮亮的，对不对？大家都想要变得漂漂亮亮，你用 IG 也想要 IG 长得漂漂亮亮。 意思是一样的、啊，对，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把形象想的很困难，<对>然后好像要追，我要追逐一个东西，我要追逐趋势，我要追一群我追不到的人。哎，那一年我们追的女孩还是男孩？对，那一年我们都追不到，<laughs> 每一年都追不到。<laughs> 对对对，<laughs> 对，就是那个二十年后，你还你还在，你还是追不到 face, Facebook 上面偷看他的那个追不到，对，永远都追不到，每一年都追不到。<laughs> 对，但行销不是这样。对，对对行销它很简单，嗯<对>，它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在干嘛，你想干嘛，<对>然后它有什么好处，就这样而已。它其实就是一个分享，对，所以它真的就是像老师讲，哎呀<对>，它就是一个分享啊。我想分享什么，候通过这方式分享。好，<对>那理清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再把短语音这件事放回来。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个喜欢跟人。 互动的人吗？嗯、<哼>你喜欢跟人讲话，然后啦啦啦啦啦，然后还可以得到 energy 吗？是这种人吗？对，对如果是的话，可以在留言地方留言，<laughs> <laughs> 或者如果你是用 YouTube 的方式看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说“我是”，对我喜欢跟人互动，对,对之类的，对。好，那如果你是哎，可以透过跟人 connection 去得到很好的。 充电啊，很好的 energy。哎，但或许直播或者说短影，它真的是很适合你去表达的方式，因为你就会散发出一种想要黏住这个人的一个特质。啊<对>，黏住，oh. 对，它是那种是一种 energy 嘛，就一种感觉，一种氛围跟调性，它确实会更容易吸引到人。<对>所以确实你可以用这个方式，但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个。 <laughs> 不要再念一串那个内 <laughs> 向、安静、勉强、腼腆、害羞、可爱的人呢？对，但我现在也有做端音。对，但我觉得如果你一开始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去突破我的那种不舒服或是不自在感受，OK，、嗯、那就用图文啊。你真的先不用担心说演算法的部分，<對>你先用图文，先让你去习惯表达自己的这件事情，你先去熟悉、嗯。 我就是在做分享，我就是在呃传达我想讲的话的这件事情。嗯、你先习惯之后，你再去练习说好，那我是不是可以呃做一个挑战？诶，我就开始录个短影音，或是我继续不露脸，但是我可能就用 Canva，或者说用一些短片的素材，然后上面打字就好了。嗯，你这样也是 real star，、啊、你这样也是短影片，对,对啊。所以其实方法跟工具真的很多，但最终核心就是。 我想讲什么话，给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嗯、就这样子。所以，嗯，我觉得带给大家一个底层的核心观念，就是我是谁，想分享什么，想帮助谁，想帮助他达到什么目标。其实，行销或说变现或说创业，全部都在做这件事情的。哇，我觉得今天有点很多干货，<哇>对，可以<對><就>配茶喝。 听完 Teria、啊、老师讲完之后，我就觉得，哎、欸，我要在巴厘岛开一个民宿了 <laughs> 之类的，真的，直接转行。因为 <laughs>、啊、问完那问完那三个东西，哎、欸，我要直接转行好了。就是如果只是为了赚钱，哦，那我去投投资好了 <laughs> 之类的。然后突然，哎、欸，好像也把我的就是广告要怎么怎么搞，然后好像好像都有 idea。我觉得我觉得蛮不一样的是，Teria 老师可能跟我们也投缘嘛，所以。 你你跟坊间一般的那种那种知识变现教练不太一样的是，大家都会，大家都是以技术为主，以流程跟方法为主，對,对，就是只有只有外外在的那些那些功法，然后而且那个那个那个那那样子的方式，因为我我看过蛮多的我看过蛮多就是跟着外在的那些做法，然后成功的人，老师也做了十六年了。 哦，别这个小声一点。我要退休了。我先来说这段剪掉。老还老师只老师也做了年。<laughs> 好，希望大家记忆就这样子，就是记忆就涣散掉了。没有了，我也没有没有逃避什么。对，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如果只有些教练他们，呃，不是那些方法也很好，就是可以。 可能可以帮助大家达到一些目标，然后学到一些新的新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一个人不一定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然后他一个人可能随便讲了一个赚钱目标，然后可能有一个教一个教练或是一个老师就协助他达到了。但达到了之后，那不是他真的要去的，又或者是无法延续。我觉得这个就我觉得就很可惜啦。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是？ 把内在跟外在都一起顾好，就是那现在可能应该也会越来越多像这样的教练。那像 Terra 教练就是一位，就是可以帮助你把你的内在，对于像刚刚有讲，就不只是说你要用什么工具是趋势就一定会成功。对对对，其实有时候去协调一下，去平衡一下，你这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对。对 因为没有忘，不一定有忘我一丝嘛。就所有人做短影短影片都会成功吗？<laughs> 一堆人在学，多少人上过了？对我不是说不要去做，对对对。如果你觉得好玩，那就去做嘛。对，可是如果做起来有有压力，那可以停下来一下去思考一下。它是一个过程。对对对对对。所以听说天宇老师最近有一些有有一些活动，有一些分享会、研讨会，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最后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课程或是分享会吗？ 嗯，对，听说我最近听说，对对对，接续听说，这个、是的，是没错，对，我也听说我最近啊，用连接词<对>这样，听说你最近有一些我，我听说我下礼拜真的有研讨会，真的有研讨会，好好好，下一拜，对，嗯，他的时间会是在，我想年份好了，对，因为搞不好大家一年后再听就，哎，是下礼拜，对 <laughs> 二零二四年这样，子，<laughs> 对，是二零二四年的呃十月三十号，礼拜三晚上八点会举办一个免费的分享会，對,對,对，也不用到研讨会啦，研讨有时候大家如果我就觉得压力好大，研讨什么，就分享的、哦、一个免费的直播课分享会，那主要就是呃跟大家聊说，哎、欸，你呃你要如何去设计一个可以让你月入六位数的，虽然有点目标。 对，但是大家也可以不用当压力，嗯、但也可以当一个好玩的、有趣的达追求一下，追求一下也不错啊。对，一种乐趣，对。追求嘛，对。對,对，月入六位数很好，为什么不要月入六位数啊？说：“ <laughs> 可是我实在没也可以，也可以。对啊，月入七位也可以。对，我会先教大家说：“哎、嗯欸，你要怎么样去设计出来这样的一个付费方案？那这样的付费方案其实真的是蛮适合，就是。” 心灵吧台现在的听众啊，或是现在正在学商业教练、嗯、或是人生教练，我觉得都会对你们的帮助真的会非常大。对，然后我也觉得我很喜欢<对>哦，想到就很兴奋，<对>很喜欢这次分享的内容。对，精心设计搞，搞了超超多版本，我简报真的写很多版本。哇，<laughs> 对，感觉会很扎实。就像你今天的分享，对，很扎实、就是。对，是有准备，有有准备的。对对对。对。 对，然后也会跟大家聊，就是如何用 IG，就是可以达到想要的行销的效果。对,对，但是是很轻松的方式。我们不是用很追流量，或者一定要很多设定，完全不用，就是很清楚，然后很轻松的方式去跟你说，哎，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行销，然后去做到获客的动作。那这三个部分就会是我会在这次研讨会跟大家聊的，<对>所以。 很期待哦，期待有机会可以见到大家。好哟，也鼓励大家可以去参加我们 Teria 老师的这个十月三十号的研讨会，然后可以学到更多一些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一些方法。那记得呢，就是用六位数可以用完的，<laughs> <對>不把記得把我一定要达到，如果不行达到的话 t e r r y 老师救我。啊、道不要过了三个，<laughs> 没有过了三个月 <laughs> 就找新城老师说。 老师，<laughs> 需要我调整一下，一一需要我帮他十八。老师，我最近，对对对，<laughs> 月入六位数，压力、這個、好大，因为我不小心月入七位数了。<laughs> <laughs> 对对对，没关系，我们都在都在，对,對,對我在这边很久了，就算我在白岛开民书 还是可以找到我，欢迎来住一，欢迎来住几天。如果开的时候来住几天，就会整个身心变。叫做奇迹 v i 奇迹 v i a m i r a c l e v i、wow, 哇感觉很厉害 wow,。哦，miracle v i l a 对，感觉应该已经进去。我好像经过过类似。然后进去要说通关密语，<laughs> 不然门口的人不让你进去、啊。啊、对，进进去要说什么？奇迹模式是什么？<laughs> 大家都忘记，啊、不是翻第一堂课来看这样。<laughs> <笑><笑>好了，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个地方。然后感谢大家收听，感谢特瑞亚愿意来跟我们分享知识变现的这些秘诀。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下一次节目中再见，拜拜，拜拜。